點解你成日都中意推卸責任嘅啫？明明係你自己同佢搞到唔清唔楚，你中意同人 flirt 係你嘅事，但你有冇認認真真咁諗過我個感受啊？淨係你可以中意高俊，我唔可以啊？定話佢向你表白完之後，你喺我面前 show off 啊？我唔知點樣同你解釋，我哋唔係你見到咁樣噶，你唔好咁啦。我點啊？高俊唔係你噶，唔係咁嘅意思啊。其实你喜欢高俊不关我事，我亦都冇权管你。我只是想你搞清楚，喜欢一个人他不喜欢你，受伤害那个会是你自己的。你收声啦，你以为自己什么都叻过我？我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会要开啊，你可唔可以快啲讲啊？嗰日马来西亚海边，我同你讲个好说话，我想知你咩回应。嗰日个 wedding 好开心，我又饮咗好多 champagne， 所以先至会咁。如果令到你误会嘅 ，sorry 啊，我要开会。你讲大话。你连你自己心入面的感觉你都不敢面对。是。我认我那天是有少少感觉。但这不代表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因为娜娜我咪跟你讲错了，我当他是不会，我哋冇嘢的。他专登飞去马来西亚找你，这样都冇嘢。我不觉得他只是当你阿哥那么简单咯。他怎样想我控制不到的。你不是因为 Nana 喜欢我，你是将我推给他吗？为什么你成日都喜欢推卸责任的？明明是你自己跟他搞到不清不楚，你喜欢跟人 flirt 是你的事，但你有没有认认真真地想过我的感受啊？我听你这么说，即我当年我犯过的错误，你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原谅过。是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再信你啊！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怎样才对我有翻信心啊？就是过了这么久我都忘记不到啊！不想再开多次啊！还有现在最重要的是看住优势，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其他事，我回去开会了。